这次准备的经典歌曲，我们选的是他的男神，然后陈奕迅的歌是《浮夸》。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？其实是我们前一阵子啊有去香港，那去香港开音乐会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说我们一定要对陈奕迅表达心中的敬意，所以就选了这首非常难度非常高的歌，然后唱了之后就觉得我真的要死掉了。对啊，而且这个单元是最经典嘛，我们想说这种那么经典的广东歌一定要稍微唱一下。对啊，但是因为我们不会讲广东话，所以其实有时候那个发音啊，一旦一不小心就会变成骂脏话，真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等一下不小心讲出口，就新年快乐，不好意思哦。嘴巴佢在用青苔，人潮内与文静语变得不受理睬，自己要搞出意外，创作型地高歌，任何地方也撞开四面台，作最醒的三扮十分感慨，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带，你当我是浮夸吧，夸张只因我很怕，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？其实怕被忘记，脂肪带来依吧，很不安真系有牙，四散还珍重沉默吗？不够爆炸，怎么有话题让我夸？做大娱乐家，那年十八，无后无悔，长者如老罗。那时候我恨你发誓各位必须恨。世间平凡有普通的路太多，活出你住那一座，前外中工作中受过的法事太多，自尊你饱经跌倒，总是能自偷我，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带动了很多，犯下这些错，博人们恨恨我算病态，
还存在吗？啊，燃起我别再只恨天花。我非你悲惨，也可尽情地喝吧。为什么要过